诸位同学，请看《菩萨问名品》。觉首菩萨偈颂第二首，第二首，我们还是要把这个经文念一遍啊。诸法无作用，业无有体性，是故彼一切个个不相知。昨天我们看到清凉大师书里面的正大，我们学习到虚妄缘起略有三义啊。我们今天接着来看这段文啊，因为这段文的意思很深，不太好懂啊。我们先把这个文念一遍啊。是故虚妄缘起略有三义。一，由互相依，各无体用，故不相知。二，由依此无知无信，方有缘起。三，由此妄法，各无所有，故令无性真理恒常显现。这个这讲缘起啊，缘起大师前面加了个虚妄啊，这个就是真相。诸法实相是如来化身菩萨果地上的境界，十法界里面都没有的啊！不但是六凡不知道啊，四圣法界里面的菩萨声闻缘觉也是听闻而已，没有实证啊。正如那就是化身菩萨了，真正觉悟了。这个佛法里面称为正等正觉了。闻而能解，但是没有正得，这算是正觉啊。那么我们可以说四圣法界是属于正觉啊，不是正等正觉。四十一位化身大士是正等正觉啊，无上正等正觉只有一位，究竟圆满佛啊，那是无上正等正觉啊，就这个境界是正等正觉的境界啊，这是我们要搞清楚的啊。你看看，在这个十法界里头讲缘起。
不加虚妄啊！啊，在正等正觉化身菩萨呢，缘起也是虚妄，这才叫事实真相啊！啊，为什么呢？六有三义。第一个是有互相依，佛在大经上给我们讲，事出事法，任何一法啊，在我们现前来说，一根小草，一条线，啊，一丝一缕啊，一条线，这是微不足道啊。无量因缘呐，不单纯呐，啊，无量因缘呐，那通常讲四缘生法。是把无量因缘归纳为四大类啊，这个因缘是互相依存的，不能独立了啊，互相依存，所以过无提用，故不相知啊。那为什么叫虚妄呢？啊，记住前面有一句话说：“并皆宿命。”啊，这句话千万要记住。你如果真的体会到并皆宿命了，文殊菩萨所问的，你完全通达明了了。啊，并皆宿灭，就是中观里面讲的不生不灭。啊，一切法不生，哪来的灭？啊，既然不生了，怎么会有？所以《般若经》上的总结，啊，世尊讲般若二十二年呢，总结的经文呢，就在《般若心经》啊，玄奘大师翻译的260个字，啊，那是二十二年世尊所讲般若总结。那么我们从心经上再把它省略啊，借出来啊，12个字，一切法无所有，毕竟空，不可得。心经最后是无知亦无得了。